陆新生代演员邓为因出演古装剧《长相思》爆红，他在剧中饰演九尾狐一角，虽然不是男主角，但因痴情的形象虏获了粉丝们的心。剧集播出后，他个人微博粉丝数狂涨257万左右，身价也飙升了不少，还登上了大势男神行列。精湛的演技甚至被看好，有望成为吴磊、王鹤棣的接班人。据中国媒体报道称，邓为近来的代言邀约比之前多了不少。虽然他身为演艺圈的新人，不像其他的一线明星一样公开对外报价代言费，不过和过往的酬劳相比，确实已经翻倍了不少。对于爆红，邓为则淡然看待，只专注于做好分内事，还笑出可能他的工作团队压力会更加多一些，谦虚的态度也再次刷新了不少粉丝对他的好感度。